你妈妈了吗？是。王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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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磊
知道的，好，那就这样，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啊。找到干爸，果然去了上村。 不知道我妈得了这么重的病，你让她好好的，怎么就长了根瘤子呢？你看到我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了吗？她肯定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那么憔悴，所以她故意化了妆，结果她那口红都涂歪了。我现在特别理解。 你的心情，等换个角度加入，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阿姨了，而且医生那边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的，对不对？说的没错，我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。 喂，麦叔，刚才欢欢在我不方便说，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，而且她先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，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还有这边，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好，你们注意安全。 你还没回去啊？小早给我打电话了，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，需要复查。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，跟我回上海吧。万一是良性的呢？我不会回去的，你走吧。 好啊，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，我就在这里留下来陪着你。你去哪儿？要住总得有吃的呀。那我也去。
先走。妈妈，有什么要买的吗？家里什么都没有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够不够？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是现成的吧？也行，老板，结账。都这样了，他怎么还不走？辣烧鸡肉，辣烧笋干，辣烧肉丝，多放点辣啊！来，谢谢啊。尝尝地道的安徽菜吧。好啊。志明，来吃吧。吃不惯吧。回去吧。吃得惯啊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我喜欢。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别的吃的吧。你别管我，我喜欢吃这个菜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有电话，我去接个电话啊。麦叔，我先往村外走了，你稍等一下啊。我这……哎，麦叔，哦，志明啊。阿姨怎么样？状态不太好，她一直想留在这儿，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，所以就只能陪着她。胡闹！我去找她。哎，麦叔啊，你们先去，我去给欢欢买点喝的。哦哦哦。你早点回来啊！好，爸爸，你慢点。别硬撑了。你使的这些招对我来说都没有用。你不是不想走吗？我也不走了。我呢，就陪你住在这儿。反正我工作我也不要了，就是耗嘛，我就跟你耗，耗到你跟我走的那一天。不然我也不回去了。你长大了，你确定吧？刘阿姨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姐，刘阿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干什么那么凶？爸爸。你冷静冷静，路上不是说好见到妈妈好好说吗？这个老太婆，她想把我扔在半道上了，我能冷静吗？刘婉玉，你脑子灵灵清好吗？啊，你都50多岁的人了，你还这样，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？啊！
小宝刚刚接了案子，就为了你请假。还有欢欢、志明，扔下了酒店，扔下员工，跑到这儿来，半夜三更开着车来的。我又没觉得他们来了。这么些年，我什么事都顺着你，啊，我对你低眉顺眼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？我有什么好怕你的？可我要是像你那样，咱们俩针尖对麦芒，这个家不早就一拍两散，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了，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去，回去治病。要不然，我给你离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行，你别管了，一会儿我进去，我好好劝劝他。我先进去。吓死我了！接下来。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。你自己不说一点都不辣吗？我骗她的，你还看不出来？聊得怎么样？还在聊呢。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，但她这个人呢逞强惯了，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。只有我爸爸来了，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。所以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。绝得很。你真要跟我离婚啊？老梅，我这臭脾气要是能活下来，我会改的，但不知道这个理值不值得好。万一我走了，你可不能念旧我。你才60都不到，日子长着呢，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、能照顾你的人，还给人家搭下手，哄着人家，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，安安生生的，晓得吧？你瞎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老麦活着是你的人，
我死了也是你的鬼，你也一样。可是我害怕，这可是癌症啊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要是想留下来，就留下来。好了好了，我一会儿就去跟志明辞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哪儿都不去了，一直陪着你，好吗？睡一觉，我去跟欢欢、小草他们聊聊，让他们给你点时间，啊，好好睡。嗯，我在门口啊，有事你叫我。少抽点儿。妈妈睡着了。啊，老关。嗯。我看你们晚饭吃的那个菜里面都是辣椒，受得了吗？没事儿，这算什么？一个脾气，碰到什么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，有什么事儿呢就一个人自己扛着。花花，有事儿我特别后悔，我原来跟你妈经常开玩笑说等我们年纪大了，万一要是得了癌症，那就不治了，啊，不受那个放疗、化疗的那个罪。那我的意思是，得要七八十岁的人如果这样，可没想到你妈这回，她是不是信了我的话？养了我30年，操心操劳了30年，爸爸没本事，没让他过过一天真正的好日子。好不容易熬到，你跟程嫂都出息了，可以享儿女福了，可是他却病了，他的命太苦。爸爸，别这么难过，现在不是最坏的情况吗？对吧？这样吧，欢欢，明天你们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，我陪着你吧。爸爸，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，那我们不要逼她，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。什么方式？爸爸，你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，我下周约了肿瘤的专家，如果这1个星期能够劝动妈妈那是最好的，但如果劝不动的话，我们就是绑也把她绑回去。好好好啊，
真的长大了，成熟了，你考虑问题啊要比爸爸全面，你可正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。爸爸，我就算长大了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。妈妈，啊，醒了。啊，我呢，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我确实太心急了，我应该尊重您的想法，所以我不逼你了。如果你不想回去，那我们就不回去了。啊？真的？真的。这里好山好水，空气又新鲜。我跟志明都很喜欢，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。可是你们这工作怎么办？工作你不用担心，西安里有崔叔，志明那边呢有河东，正好我们想趁这个机会看看附近的酒店行情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出来，我带你去外面看看。走吧。看看。哎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想多住一阵子吗？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人多力量大，把这个老房子好好打扫一下，住得也舒服嘛。是啊。讲好了我来做饭的嘛，你现在是家里的大熊猫，有什么事交给我，你发号施令就行了，行吗？你看水我都已经烧上了。欢欢现在酒店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小枣也刚刚找到工作，明明又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人，全让我耽搁了。不是昨天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吗？怎么都留下来了？是我跟他们说了，可是他们说来都来了，就当是给自己放几天假。你想啊，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压力大，工作又忙，哎，来这儿放松几天也是应该的嘛。再说你看在外面都在干体力活呢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原来以为躲进这个山沟沟里不用麻烦儿女们了，谁想到反而把他们给耽误了。哎呀，这个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了耽误了，我们俩的健康快乐才是孩子们最大的希望。行了，来来来，交给我吧。啊，来来来，你放心。哎呀，老妈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我帮你洗弄吧。哎呀，这厨房里脏，快出去，你在外头等着吃就行了，快去吧。啊，小枣，是不是有话要跟你妈说啊？对。那行，你跟你妈聊，我先出去一会儿啊。哎，别动啊，回来我来做啊。
怎么了？妈妈，我之前那个案子就要开庭了，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回去。但我姐跟志明哥都留下来陪你，行吗？行行，你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啊！你忙你的，快去吧啊！嗯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天凉了，你的厚衣服在柜子下面的那个一层里啊，记得加衣服啊。知道了，妈妈，你放心吧，别操心我了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嗯。小枣。小枣。你长大了，又谈恋爱了，整天忙忙叨叨的，见不着你人。妈妈有些话都没机会跟你说。哎，妈妈欠你句对不起。妈妈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你是我妈妈，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小枣，你姐姐啊，你姐姐她从小身体很差的，病了好几次。有一次大病了一场，快半年了。我很害怕她有三长两短。你别笑妈妈老观念啊。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嫁到人家卖家，总得给人家添个后吧，所以才有了你。可谁想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星，就你生下来以后，你姐姐身体就好了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忙，照顾不了两个孩子。你姐姐长大了，有很多事要料理，又要上学，所以万不得已才把你送到外婆家的。小枣，你的童年妈妈是缺席的，妈妈心里头很愧疚的。妈妈，我都知道的。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怪你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但如果你要是可以健健康康的，再多唠叨唠叨我们，我就更开心了。姐，妈妈就先交给你了。等我回去之后，把律所的事情忙完，我就赶快回来。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忙吧，这儿有我。姐，嗯，妈妈跟我道歉了。她说，对于缺席我的童年，感到特别愧疚。你就让她说说吧，这是她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。怎么了？姐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啊，我经常坐在这个石凳上发呆，每天都想着盼着，希望自己一抬头，爸爸妈妈就能来接我回家了。那个时候，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但这次，我们一家子一起回来，我突然一下子都释怀。
我知道，无论我在哪儿，妈妈她都是爱我的。当然了，妈妈当然是爱你的了。我弟弟从小到大都这么懂事儿，这么善良。姐，我觉得我们陪着妈妈在这儿，她的状态有变好，咱们再努努力，一定可以把她带回上海的。我定。走。你小时候不是说打方结吗？在哪儿打的？就在这儿打。就在这儿呀。说，在等欢欢啊？是啊，这村里面太黑了，我怕他看不清路。谢谢，志明啊，你在这儿，我们大家心里都踏实了很多，尤其是欢欢。不过我跟你阿姨呢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，还是怕耽误你的工作。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，啊，反正我在这儿呢。秘书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，所以您就别多想了。陈欢特意交代我，让我跟您商量一下。明天我们想去考察分店选址，顺便带阿姨出去散散心。我觉得你们真的考察考察也不错，万一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水、刷牙水都给你倒好了，欢欢啊，把早饭都准备好了。来，大贤啊，阿远，你看，女儿一大早起来，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准备的早餐。妈妈，你吃鸡蛋，我们喝豆浆啊。我宣布个事儿啊，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，要陪着志明跟欢欢，出去找一个地方。他们呢要在这儿搞一个酒店，我们得去帮他们选个好地方。又要搞什么名堂？没有搞什么名堂，这儿你熟啊，你不陪他们去，谁陪他们去啊？再说你不是说怕耽误他们俩工作吗？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工作，你能不去吗？是啊，阿姨，我们很需要你当向导的。妈妈，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，多闷啊！陪我们出去逛逛，就当帮帮我们了。来，先吃饭。
头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王姐，哎，是我。哎呦，这是什么风啊？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。中午到姐家吃饭啊。王阿姨，不用客气了。我们陪妈妈出来玩，我们一家子人一起呢。这是欢欢吧？不用客气，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，等我把它抓上来，咱们就一起走啊。嗯，好像在那边吧。这样，王阿姨，我们帮您抓吧。哎呦，那可太谢谢了。志明，走，抓鸭子去。啊，走吧。要不我去吧。不用了，爸爸，我们两个就好。哎，走。哎，你们。过来。爸爸，你小心一点啊。你们家欢欢都这么大了。姚志明，到你那边去了，你看一下。来了，这儿。那，这儿，姚志明，这儿，快，就在这儿，快。后架子。妈，你看，抓到了！两个老板抓一只鸭子，真是有意思。好。你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？只是这么长时间，她真正发自内心的笑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。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到处都有她的回忆。她在这里才是最舒服，最能找回自己的。不像在上海，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，上海话要说的地地道道，连跳舞都要四处个 C 位了。在这里生活，我妈妈才是最快乐的。阿姨，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，谁心里都没住这个小孩呢。欢欢，明明，来看合影，来啦，走，来给你们拍照喽。等一下。看前面啊！啊，拍照了，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菜上齐了。哎呦，阿姨，你看还会再点一点什么？啊，不要了，这么多了。我想的是，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都点了几样。不用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周桂鱼，这个是毛豆腐吧？嗯。还有这个甲鱼，炖着火腿炖甲鱼。哎呀，都是硬菜啊！我听说啊，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。哎，咱们现在又在徽菜之乡，就近取材，这个味道好的不得了。那当然了，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。徽菜也带到北京了，在全国的名头那可是第一名啊。老婆，我发现啊，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。不过呢，咱们一家还是你面子最大。你看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，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。来，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鳜鱼，肚子上的肉你尝尝。来，欢欢，好，你们也尝尝。没事，爸爸不用管我们。吃。这鱼腌急了，腌得不到位。哎，现在的商家急功近利，光顾了赚钱了。妈妈，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鳜鱼在哪儿吗？啊，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鳜鱼，那就很好吃。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要急着做生意缩短腌制时间。哎呀，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，好
自己了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。老的老，病的病，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了。葱头药店。嫂，问一下。哎，阿姨，你跟我想问一下，您知不知道我冯氏臭鳜鱼啊？哎呀，不知道啊。啊。叔叔，阿姨，你们好，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哈。谢谢。啊，不用谢。阿姨，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不是在这个。哦，没事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阿姨，打扰一下，哎，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？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。但这是做蛋糕的。他们家早就不干，关门了。哎，阿姨，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？请相信自己。